度假要穿颜色鲜艳的露背长裙，经典的度假穿搭，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。明星有一定基础之后，重返校园沉淀自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日前胡彦斌宣布自己将入北大学习，他选择的是光华管理学院。网友表示，听着就很难，胡彦斌是准备试水经商吧？以后自己的音乐作品，从最初的写词、作曲到最后的营销，都一手抓，厉害厉害。胡彦斌说，学习能让自己更有安全感，给敢于走出舒适区的彬彬打 call， 这才是榜样。胡彦斌分享了一些自己在校园拍的照片，一下子从胡老师变成新生胡的胡彦斌，角色转换没压力，祝学业顺利啊。胡彦斌的音乐才华是广受认可的，编曲能力特别强，在创造101当中赢得不少学员喜爱，他自己也有非常欣赏的学员孟美岐为他庆生，他当即承诺以后孟美岐出单曲他可以帮着写歌。山之小姐姐也太幸运了，实力家的孟美岐唱胡彦斌写的歌，哪有不火的道理，期待这首未出世的新作品。